惠靈館為了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是加入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並且提出幸福惠靈永續就地的願景，來一步步實現惠靈2030永續發展新進目標。為此，今日舉辦惠靈館管學與合作聯合平台會議，借着甲学界以及医界领域合作，让惠靈成为绿色的幸福城市。为了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惠靈館副是家的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并且提出幸福园林永续上场的愿景。为此，为了达到政策的目标，惠靈館政府是邀集学界以及医界做伙签署惠靈 SDGs 合作备忘录，促使共同交流合作来推动 SDGs。是这样一个目标。那在学校的立场上面，除了我们所谓的一个推广教育啊，把农业大学啊，把一些 maker 啊，然后落实这个大学社会责任，来协助不管是县里边或者是政府的一个政策推动，来进一步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的一个17项的一个目标。从医疗产业方面，我们绝对是全力的配合，因为这是一个消免不平等，还有给全民的教育、环境的永续都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也希望在云岭这个地方可以创造出一个高龄宜居、对幼儿儿童教育友善的一个环境。云岭科技大学、湖北科技大学以及环球科技大学，还有我们台大医学院哦，进行官学医啊，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透过我们所有的智慧以及力量的这个集合，那我们要符合整个联合国的 SDGs 啊，未来17项的目标。为了展现惠靈館 SDGs 的特色，惠靈館長趙立先也提出三大重点：永续农业发展、大健康产业、绿色典范经济发展，来作为惠靈館未来永续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一大目标就是农业的永续发展，第二就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发展，第三项就是绿色典范的经济发展。那我们这当中呢，透过各局处也拟定了491项的这个政策目标，希望能够符合未来整个 SDGs 17项的目标来进行。所以呢，我们云林县政府已经率先6都之外，跟所有各大的这个地方政府配合联合国的脚步已经签署所有的这些合作关系了，那建立一个平台，无论是在各方面都能够共同来研拟未来的施政方案。期待未来惠靈館透过学界以及医界合作，共同来为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努力，让惠靈成为一个永续健康友善的城市。记者李佩莹采访报道。